十月五号，四川涛城亚丁景区因游客太多，部分游客半路被限流劝返。涛城亚丁景区工作人员回应：十月五号下午三时左右，确实将游客劝返，但被劝返的原因不是因为限流，而是前往五色海等景点往返时间不够。下午三点已经是游客陆续下山的时间了。 景区于十月四号发布了一条关于游览亚丁景区曲九扎嘎至牛奶海五色海区域的温馨提示，明确表明下午十四点后，牛奶海五色海区域由于海拔较高，天气多变异常，常伴有雨水或雨夹雪，风大，温差大。如遇极端天气情况，为保障游客的安全，景区管理局将视情况对该区域进行封闭管制措施。 为了游客的人身安全着想，若游客在下午十四点三十之后到达曲九扎嘎，建议调整旅游安排，不再前往五色海、牛奶海区域。下午十六点之后，请立即返回洛绒牛场乘车,车点。而冲古寺至洛绒牛场的观景车最晚运营时间为下午的十六时。景区按照限量预约、错峰的游客接待工作要求。 双节期间，涛城亚丁景区单日游客限量为每天一点八万人次。十月三号，景区宣布迎来客流高峰，接待游客逾一点四万人。十月四号，亚丁景区游客接待突破最高峰，接待游客达一点七万人。十月五号，景区接待游客一点四万人，均未达到最大游客接待量。现代电视记者周艳芬、潘卫整理报道。 Thank <laughs> you.